继续吧。五样重点先给你们哦。重点其实我个人觉得说每天最重要的事情。哎呦，什么时候有这个东西啊？我都不知道。其实我觉得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该点的那个东西，其他的其实真的没什么。如果你要真的就是很懒很懒很懒懒人懒人包的话，就是我刚才做的那个。还有我先跟你们讲每天游戏最重要的基础，还有这个你每天要做12次，然后重新那个其实可以不要没关系。我觉得重要的是刚才那个资源的取得，还有这一个，因为其实这边是以上你每天资源的一个取得啦，所以我是觉得说我刚才做的那些都是每天必做，剩下的随便你啊，你时间多就去弄。这个的话其实也可以不用，但如果你手痒的话也可以点一下啦。哦，所以我刚才颜色其实就是游戏最重要的核心哦。那再来最重要的还有出城哦，因为它也只有几次的机会，所以而且我一直忘记啊，所以就是好，基本上游戏就这样，你就可以下线了。那剩下的你也可以自己去玩啦齁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刚才做的那些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把系列套时装讲完吧，顺便聊天一下。我们就聊天一下。我们时装还没讲完哦，所以我们得赶快把全部讲完。哦，你看他每个都做得很美哦。我们是在比谁的时装漂亮吗？再来我们要讲的是圣龙的部分。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套装，它可能就是你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送的哦。那因为我的等级真的是太高了，所以它已经。所以我已经收集有一定的一个数量了。哎，我点错了 ，sorry。我一直点错。啊，我还是忍不住把这个领完了哦。虽然这个，不无小补吧。